海洋公園水上樂園多個遊樂設施開始試用。遊樂設施一共有27個，包括高17米嘅直立式滑梯深谷飛步，在大樓斗入邊衝嚟衝去的急流旋渦等，亦都設有小朋友專區，俾一家大細一齊玩。更衣室有三款日租儲物櫃，收費120至280元。市民利用手帶上面的二維碼可以開鎖。水上樂園開幕頭兩星期，成人票價最低320元，小童225元。樂園採用動態定價，視乎季節和週末等有不同的票價。